之五路财神经。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我们合掌恭念灵山会祭，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禅老祖大天尊。各位维新圣教，一位莲，谢天恩，西安消灾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当下继续为各位来阐解五路财神经。五路财神经啊，好多同修一直说，师父我们现在开始送好不好？我说你等我全部讲解完毕之后你再来送啊，送呢就是读，就用口。所以即是用我们的口来说出有利于我们列祖列宗诸祖灵，我们的守护神啊，我们的冤亲债主，还有我们的法界诸众生圣灵，所以我们有口你才能诵经。但是你诵经还没完全知道这部经的真实意的时候，你诵的经啊，宣告法界三界万灵众等，而你就要完全契入利他，大打折扣了。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借着这个法会来阐解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这部经是我们经过33年的修行，用意利人和利天之后，在今年6月19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33周年那一天，在八卦天心圣台上所开示了这部五路财神经。所以你如果到达五路财神的这一条路，就五路财神经，那我们一样一定要读一切法，修一切法，你才能够真正了解经中怎么样才能达到五路财神的果位。当下的心就是和身都是五路财神，你就不必去外求啊，叩叩求啊。所以我们在求神的时候，我看那么多了，第一次求给你感应，第二次小感应，
第三次一个小小感应，第四次球就无啊，你得换灶换白鸡烤灶啊。做的一般众生都是这样，所以神也是很烦的。神一生辛辛苦苦修成正果，而本来是要给各位起玄妙智，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妙智，结果众生忘了只是求，认为神就是要给人家的，没有条件的，就是慈悲的，事实上错了啦。所以我们众生对于神的求神，那一定要自我自修，要自己当神，不要自己当鬼。你当鬼就是一直在求，你当神就是自己是神。当人，人才有机会修行成就为自性的神。所以我唯心圣教虽然用易经与风水学作为我们的基础，事先留力给十方大众，然后再接引众生大众来向着光，光就是智慧啦，就是华海那么我们在世界上有64种的命卦，把它分类为64个单元释迦牟尼佛有十大弟子，十大弟子就归类世间有十种的人地位、智慧、思想和他的命运。那么王禅老祖慈悲更细分为64个单元，64种的人的天命分得更细，所以王禅老祖浮沉也这个浮沉了，浮沉下去是大咩64条这个即是真禅妙义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成就自己是神，最终一定要修成正果，成就为神为佛为菩萨。若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在苦海里面若是我们没有这个悟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自己就成为得天卦，昨天觉的卦，昨天觉就是崩溃，你不修就崩溃了嘛。若是你有修学法学道，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很安心，你有学学道学易经风水还有宗教做人处处百家思想的时候，你就会超越，让你会超越吧，就不会在华海里面，在苦海里面受苦。所以我们来世间上，个人会个人，个人会选哦，如何在世间上修行的日子，成就为命卦。若是人的命卦，昨天觉卦得天卦有华海，那大海这个浪滔滔，你看海鸥它在大海里
离呢，他在飞哦，大海里面。这是由十方啊，昨天外挂，也就是由风托王也叫金蝉脱壳，金蝉脱壳，所以这昨天快挂的人，有的练怪，有的练绝啊，火罗维这都惯了，得天惯了，决定的绝啊，就是要。像海鸥，像蜜蜂，蜜蜂在大地上高高低低的环境，花海啊，树丛，那就有如世间的海浪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踩上这一棵树上面的花粉，还有小小的花，小小的花粉树，那如果才能踩到上面来，你要学习蜜蜂把你才上来啊，一直在交配的，啊，在采的各种蜜，所以我们来世间上，你看到蜜蜂，你就要悟。哎呀，昨天学卦，一天惯，由风托王，自己不要陷入这个盲啊，盲。什么王啊，就很多的秦王啊，王有什么王，有的是情，有的是爱，有的恨，有的怨，贪嗔痴三毒是王，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昨天快挂的人啊，你一生一定要修行，一定要超越，学习客观，否则的话，啊，我们人生必定啊会走得很苦恼，会被大海的海浪苦海淹没，死在海里。哦，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世间上的教育，上天给我们的教育。有一天啊，我在南部某一个佛事啊，啊，他们呢对我很感冒，说你说怎么只有讲易经和风水佛法不讲？啊，他也很客气的，也很客气，那修行人很客气，说哎呀，易经风水不究竟哎，要找究竟的一条路。我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哪一条是究竟的路，请你告诉我。他学佛才是究竟，才是究竟。那么如果成佛，刚好我坐在他们的客厅里面，一只蜜蜂嗡嗡进来了，在这个花
插着两三盆花嘛，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往这个我修的法门就是这个长这一蜜蜂啊，我阿弥陀佛，这位修行人想一想，哎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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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我就是要超越以外，这叫联谊啊，和交流，付出你的爱，付出我们的能力、力量和时间，两个花要结果，我务必要有沟通交配的人和我们的心以及念头。所以佛菩萨都是在做一些工作耶。这个蜜蜂是我的老师，我很喜欢去看蜜蜂，田野的蜜蜂，他们在那飞来飞去，毫无束缚的，他没有执着说这一颗花和他有没有感情，他需要风就把这种花粉采过去给他，然后他成就了成果出来了，我们享受到这个果很好吃，但是有几个人去感恩这只蜜蜂？蜜蜂他也没有跟你计较啊。哦，这位修行人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原来道在易经里面嘛。哦，自在你怎么悟已不悟啊，金蝉脱壳，你不要被这壳束缚了，你一定要超越。所以是同学们，大家要有智慧，以物引物啊！啊，所以昨天怪卦的同学们，啊，说善诸事，你们得天卦的命卦的时候，这是你们的真言呐、啊，你才能超越。啊，这个昨天怪卦，昨天天师啊。五则气啊，身静性静啊，真稀奇啊，云有法界任你去，游荒脱亡任逍遥，逍遥死啊！而当你要超越，没有则气。我们看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有修行，知一些法，你才不会被这些法把你有束缚了，才不会被一些世间的喜怒哀乐束缚了。尤其现在选举到了。使出各种的本事啊，互相批斗以揭开疮疤，这不是他们的错，是在教育众生。当你懂得修行的心法的时候，任何一个人都是像一只蜜蜂啊，他们的语言思想所讲的字字句句都是像蜜蜂蜻蜓点水点了点去，那你就要站在旁边更客观的看他们说他们的智慧到哪里，而我们不要跳入这苦海里，否则的话
啊，我们烦恼多得不得了，你就逍遥不得啦。每天有些气到要死啊。曾经我们有信徒一家就有三个党啊，每次到选举的时候，一家三党分三次吃饭，换主出来了啊，你这个党的团队的，你菜夹一夹就坐那边聊你的，啊，就聊了一家分三党。等到选举完毕的时候，又没有归队了，那不是很可怜吗？哈哈哈，那就是我们没有修行，被受惠人世间的苦海把我们愚弄了。他们没有愚弄我们，是自己愚弄自己啊。可怜啊，可怜又可怜的众生。所以我们来世间上昨天怪卦的人，你一定要注意啊，你即使叫嫉恶如仇，你看不惯别人的一切行为，看不惯你一切人的他的行动所表现的，你看不惯，但是各有天性，你在那边气得半死，一句两句不高兴就吼出来，到最后来你是孤孤单单的一只在那边草丛里面翻滚，到最后你就死，我们就死在草丛下，所得到的是什么？都一样，叫做同归于尽。所以我们要有修行，要有智慧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把自己的命卦各有各的天机密，各有各的天命，你了解到自己这一生来的最大的考题啊，当你是昨天绝卦出生的命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多看海鸥啊，多看的蜜蜂，苍蝇也是应该看的啊，苍蝇它这啊吃一吃，换来吃一吃，第一盘在那边吃的，它在那边粘的，可能会有细菌；第二盘粘的细菌就比较少；第三盘的完全没有细菌，但是它把它的卵产在里面。哦，所以各有不同的境界。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啊，凡是你们有这个命卦的人，自己足五毛油，一天念144遍以上，你慢慢的你会进入你心田，归于平静空性，那你就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那我们就超越一切法以后，我们就成就了嘛，你就成佛了啦。所以看事情一定要有超越，那你如果超越，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苦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所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自己，你那内在的那个智慧你悟出来了，就是五路财神的真言。所以昨天绝卦的朋友们、弟子同学们，你们自己的命卦一定要好好的来念，好，来自己修持自己的真言。好，昨天天师啊，无浊气啊，你会在空中超越，你就不会有浊气
啊，那么身境性境真稀奇呀、啊，才悟到自己会很稀奇的灵性啊，云游法界啦，任你去啦，啊，游风脱网啊，逍遥时，即是昨天绝卦成圣成贤成就五路财神果位的上圣仙华，祝福各位。